Hello，Hello， 老铁们，你们好！新下来了，小伙伴玩这个，这个《绝地求生：刺激战场》这个的话，经典模式啊，我们走。自闭城，训练基地见面。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训练基地。老铁，你多大呀？也不敢。感觉好像刚刚放假嘛。好的，自闭城啊，自闭城见。都落地山河了，是会不会？走你落地成河的干活。看看这盘，如果大家都落地成河的话，我们就下辆飞机见吧啊。去中间这个楼的位置，跳到里面。好的，就在里面守着就行。走。都跟少天。这现在已经进不去了。反正我感觉我这个视角是进不去了，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飞进去。进。看着对吗？稳的不行，我跳了三，稳超稳。解枪了，我捡到枪了。我还没捡到枪。哇，激烈，可以。老铁 ，very good。我就死了，上面有人，我还杀死。你往房间里面爬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先救我，先救人行不行？你先救。我先救人，别动。稳一手，我再救你。上面还有人，血量不够。问题不大。问题大，前方有两个人。前方有敌人。走，来是够。看到好多人。真扫死！问题很大。队友都挂了，那问题有那么点大的呀？人很多的哎，都下去投了。还有，我们根本没有药，如果有药的话还能打。问题不大。又大，有人出去浪，我死过那两个地方有两个人，问题不大，他在打我。我估计你们要出了鸡。哇，鸡战斗不行。打死他！好的。问题很大。问题不大，救我 ！Help！啊，你先舔包，你坏得很。啊！然后他救着，后面又出现一个人。有没有急救包？丢一个下来给我，我没有药了。谁都没药，好不好？然后那没有急救包，去拿吧。哪边？行。那边有两个急救包。哪边有急救包？我都没看到。你这个血量过不去了，。有没有什么药啊？啊，都没有药是吧？哇，这波打下来半身不遂，感觉左脑被人家打掉了。我落地就在那，然后我到两个人，你说坑不坑？
院长肯定会扫地。下面来。你过去呀、啊！你怂啥？我看你是个高手，你不去冲干啥？不要慌，呼死他们！心里有数，啊，这波老夏心里有数。哎，这被谁杀死的？还有人？心里有数。非常的稳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什么物资？什么物资啊？看一下。M24。那我们这已经把这边算是占领了吗？这边还有敌人吗？算是占领了吧，感觉都不用动，自闭城只要下来就打完就不用动了，这个圈反正也不会收到哪去。好的，我已经七杀了。哦，还有枪声，我想爬上去。这边是怎么上去来的？这边吗？还是站高点比较视野比较开阔。来个半截是我吧，这我吧取了吧。看那个仓库一个人。撤离，向安全区进发。哦，安全区在那儿。这个握把是没有。哇，这都没狙到。要跑了，他们是跑圈的，我们也跑圈的，这边可能要打一波很激烈了。
算了，你不补死他那算了。哇，你带我车毁人亡，哇塞！他在打谁？我很想知道他在打谁。其实六号子弹不多了，这个。哇，老铁，你这个车技感人啊！其实六号子弹不多了，狙空了很多发。老铁，你要不要下车打个药吧？你这点血量都要见到人离死差不多了，要不先打满药，你再开车吧。哎呀，你这个车，你这个玩具车啊，老铁！哎呀，我都摔掉血了。别别别，老铁，你别开车了，感觉不太需要了。你都漫无目的的开，你万一开到人家脸上怎么办？啊，在圈里就够了。人不多了，还有17个人。只想捡一点子弹而已。这边有个三级波。38子弹 ,OK。一枪头部，直接淘汰。就你一下趴草里啊，就起来趴草里，哇塞，他绕上，哎呦，绕上来，哎，可惜了。好了吧，就杀了9个，没有吃到鸡，有点可惜。好的，那这边的话也是感谢老铁的观看，没点订阅的老铁别忘记点击播订阅，加入现在的炮火圈 QQ 群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